哎，快一点啊！哎，李掌柜的，哎，把灯弄亮点。哎，是是是。你还开饭铺不开啊？雇了个断胳膊的小二已经够省钱的了，你还想省灯油啊？啊，是是是，这真是。哎，这天儿雨下的真大啊！哎，哎，人家说你天不打雷就不开口，哎，真是那样吗？啊？要是天打雷才开口，那不是变成了乌龟了吗？啊？哎，他妈的，桌子都不擦干净，大爷们好欺负啊！啊？还不快动手！李掌柜，哎，你看，一只手的人怎么管用啊？还得把盘子拿开了才能骂桌子。别愣着呀、啊，叫你妈再生出一只手来不就行了吗？啊！色要什么，只管吩咐。我这个伙计虽然只有一只手，做事倒也勤快。